海角来，海角来，假的，假的，没有，这种效果就对了。情当天，这就是小撒说的长寿秘诀接地气。你有本事跟他们一块儿，有本事跟他们一起。 小尼和小撒来一对 PK， 我们仨当裁判来。不带我们玩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看一下，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藤球。哇，这还好像是毽子一样，有点像毽球。但它更难掌握，因为它是圆的。哇，这儿有球哎！先练一下吧，来，鲁豫哥，你还真的是很认真呢。又踢一下，来，咱俩看回去，你右脚。你为什么老往前走？你就停那儿。 你注意力要集中，注意力要高度集中。给一个球。哎，鲁豫哥可以。我再给。啊，我在中间，你知道吗？这位大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有海风。人家原则。还有海豹嘞，有海豹。不是，没有人要给你喂球。来，你要来找我，我来找你。找我的球啊。 剪刀腿，踢一场吧，来来来，你们那个先给我们讲讲规则吧。因为亚沙会本来是要在这办的，是。跟我们来的时候是，你对面那个楼看到了吗？那个钢结构，原来就是亚沙会的主场馆。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暂停了。你们教我们几个动作呗，基础动作吧。教我们几个，就给我看有点像踢毽子是吧？ 啊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脚内侧，明白了。大腿，颠球。这真来不了。脚背。脚背啊。这跟足球那个颠球。你躲什么？那我踢回来啊！不能用手。你还这么守规矩啊？还有最后一个是头球，小撒擅长。 小撒主攻头球，就我这个子还擅长头球，我这好人砸到脸啊！他就是要打，我就想学刚才那个倒挂金钩。哇！这个很容易受伤，过去了。对，这是我想要的。来，我给你扔球，你来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扔球，你来。哎。 还可以，有点意思，再稍微提高一点就可以了。关键他的腿就踢这么高。